27日凌晨，据网友爆料，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晕倒，已送往抢救，甚至有博主在评论区表示情况严重到猝死。上午10点，有自称工作人员账号发布微博报高以翔进展，并怒斥谣言称没有事的，只是太劳累了，低血糖晕倒倒在地上摔了头，昏迷不醒，头里有淤血的形成，希望某些营销号好自为之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